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在台北的龙山寺。那龙山寺呢，在今天开始有这个点灯祈福。那可以看到呢，现场真的是人声鼎沸哦。大部分的民众呢，从好几天前就已经来到现场排队了。那现在呢，因为今天预计发这个600个号码牌，在上午6点的时候就已经是发放完成。现在大家是排队在等候登记。那我们也可以来问，我们可以来问一下民众，就是在什么时候来到这边排队？阿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可不可以跟你们请问一下，你们是大概什么时间的时候来到这里排队？大概7点半。7点半，早上吗？那你拿到的号码牌大概100多号。100多号，对。有没有听说，就是他们好像从在2周之前最早为了前几个位置？有听说。怎么样？你帮我讲一下好吧。哦，就是大家就彻夜在那边排队这样子。彻夜排队。对。有很抢手，每年都是这样的盛况。对，每年都这样。对。谢谢你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听到，其实呢，每年大家都是这样的盛况，甚至呢，最早排在前几个位置是有民众从2周之前就来排队了。那大家来抢的呢，其实最热门的就是药师灯，还有平安灯，或是来招财的这个财神灯，一共5盏灯哦，总共呢是有25万盏。那现场呢，除了连续3天都会来这个发放这个号码牌之外哦，从明天开始呢，也会陆续有这个600张的号码牌都会来做发放。那妙方也说，大家不用心急，因为25万盏是数量是一定够的。以上，前镜头交还给棚内主播。